所谓的多元宇宙科，不知道院长有没有听过？当然，这个在成立的时候我就知道。是，他做什么？没关系，院长，院长回答。唐凤部长不用回答，我想请教院长。多个元，除非你想篡位，否则的话不要回答。多个元宇宙，你知道吗？多元宇宙科。哎呀，那是啥米？那请部长给你说明。来，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哦，院长，我想请教，最近比较夯的是这个数位发展部啊。本席跟交通委员会又到数位发展部这边来去做了解，那其中很多国人就关心了，就说部预算57亿，但是加上前瞻计划160亿，总共有200多亿，200多亿甚至比我们传统的部会的预算都还要多啊。其中有一些司跟科相对来讲大家都不清楚啊，那我想请教、啊。大家沸沸扬过去这一个月啊，就讨论所谓的多元宇宙科，不知道院长有没有听过？我当然，这个在成立的时候我就知道。是，他做什么？没关系，院长，院长回答。唐凤部长先不用回答，我想请教院长。唐凤部长不用回答，我想请教院长。多个元，除非你想篡位，否则的话不要回答。多个元宇宙，你知道吗？多元宇宙科。哎呀，那是啥米？那请部长给你说明。来，院长，元宇宙是什么？请部长就这些事情跟你说。多元宇宙是什么？你是怎么样？今天是要考常识还是要考？不是，我想请教院长，如果说一个部会刚新成立，院长都不清楚，或者说院长都不了解的话，我们国人怎么会了解？我再请教，多元宇宙是什么？这个委员，我这里不是要让院长确认，国人才会了解。着装示范，首先先拆到侧边的腰封，然后呢把背心领口套入头部，然后再把侧面的腰封把它固定好，好，着装完毕。卡住的时候可以这样一打起来往前推，是是可以来。好，那个好，先把它穿起来。好，那现在要示范快拆，是不是？是。好。快拆，阿气，把这两扣，好，扣打开，来，先解扣，好，好，右手去拿快拆钢索，好，拿出来，然后往前推，好，这是在做，所以快拆以后就组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组，马上组给你看。那这样子组装会不会太麻烦了、啊？没有，这是一道，像我这个组装就很简单啊，就这样啦，就好了。就很快啊，但是当落水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样拆，只能一条线一拉全部脱掉。当你受伤的时候，你可能只有单手可以操作，说这对反而是另外一种作战的时候，不是两只手都永远是好的，所以不是每次都是